电影《侠盗一号》出现了新亮点，甄子丹、姜文被称为是星战 couple。饰演盲侠的甄子丹和姜文饰演的守护者贝子，在戏里不止一搭一唱，甚至形影不离。See Jedi? There are no Jedi here anymore. Only dreamers like this fool. The Force did protect me.I protected you. 甄子丹走到哪，姜文就跟到哪，两人互动戏份非常多，让观众不禁为他们取了个星际 CP 组合的封号。很有激情，每次我发现都是甄子丹发现有什么样的异状，然后那个姜文他就是会，他的眼光就是会跟着那个甄子丹。反正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出现，另外一个人也会在旁边。其实不止观众这么认为，导演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回应，他不介意观众对他们两位的解读，甚至还说，如果获得官方认可，这可能是《星际大战》家族第一对的同性情侣。他们俩是在互相营救的情况下意识到了对方，没法用嘴表达，但是他们能感觉到彼此出现。《侠盗一号》全台票房逼近5000万，在美国甚至早就破亿，让迪士尼今年大丰收。因为上半年的电影蝉联了好几周的票房冠军。Final warning. I could do this all day.迪士尼靠着《美国队长三》《海底总动员二》以及《动物方程式》这些电影创下好成绩，一举超越去年创下69亿美金票房纪录的环球电影。It's been a long day.环球电影去年推出《玩命关头七》《小小兵》还有《侏罗纪世界》，叫好又叫座。今年被迪士尼狠狠超越，两大片上的角力，明年还会继续下去。TVBS 新闻张佩佑、杨清台北报道。